这个精神。来吧，踢毛大爷！刚好对面普攻英雄非常多啊，战撸普攻英雄非常多。待会看我让这些人一刀都 A 不出来。对面全是吃普攻的，我们现在这个一手 Q 制板，他的普攻就没用了。打个强攻，不好意思，这不会没人帮我开野吧？啊！怎么我去骚扰一下他？什么意思？是长官。加了一下攻速。你站在上面干嘛呀？我说你要帮我 A 一下呢。上单剑圣，中端男枪，全是恶心人的东西啊！这剑圣感觉来我蓝丢眼了他。哦，不对，他是跟他补线换位置了。这 Q 这满野怪能少 A 我们两下。提莫刷野不伤就是有点慢。去巨魔也去看一下。他人呢？他去下了。他该不会去防我了吧？是六个刀，刷了四组野。这剑魔这么点血，剑圣会 Q 的，来，给他 Q。对，他这么点血，他肯定跟他打了，他死了。太懂剑圣了。这半血就到他的斩杀线了，特别是这种中单还带个点蓝，这剑魔回去我们帮他推过去。什么意思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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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，差一点点，死了，什么意思？强攻加红 buff 的伤害烫死他，还有我们 E 的持续灼烧啊！买个纳什，看到我这个移速没有？提莫原本这个 W 的被动就很快的，加上我们带个迅捷加灵光披风，跑得更快，直接四百多。你再看一下这巨魔，待会三百多，随便点他。跑不了的。我去刷个四了，这莫甘娜会算了吧，我感觉这个下路会去搬他，我吃上和谢谢去了，这莫甘娜 miss 去搬这个诺手好了，这莫甘娜一直没出来，估计去搞我们去了。对了，刷野慢怎么办？你不会去练功房升级吗？啊，对吧？我们是看到对面这些英雄都是吃普攻的，这一个 Q 的置完全没了。他想跑，
A 不出来。他的大被挡了，都等一下这个巨魔中路 miss 了。扎个针，等一下单枪，砍下他死了，拉他。哎，他不敢砍啊，他怎么这么怂啊？可以杀他的，这等下技能都给我了。他前面好像对线是被打崩的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但是我帮他拉了四个头，没赐予他力量吗？啊，准备等他交烟雾弹再开 W， 他移速没我们快的。难不难受啊？其实这把男枪他的子弹也没有完全躲了，他是反向 A 而已，如果你站在他反方向的人还是目标会被他打到的。直接先把塔给他卸了，他去拿个先锋了，再去中拍一下，中上塔皮全给他收掉吧。感觉这个先锋好像可以放到下中路，没啥必要，下路满层塔皮等一个缘分。缘分来了，死，扎个针，巨魔过来了，但是他没完全过来，他过来我就把他收了，直接隐身做蘑菇，这就是我的野区，往下站一点，这波寒冰有啊，他们还会过来的，别站上面，莫甘娜可能会 Q 那个草。呀，你别急啊，他这个 R 给我还没 A 的，这莫甘娜有魔法盾着，他三段 R 肯定是晕不了他，等我先 A 他，这不少了好多伤害啊。要迅疾，要跑。这 Q 不要给他就好了，等他打起来再 Q 他，他 A 不了他就死了，看到没有，他被我毒死了。等他要跟我们打，我们再 Q 他，既然这个踢毛的 Q 弹道速度反而还变快了，所以他躲不了的。这 Q 的话留着反打就可以了，再 Q 这个男枪救一下诺手，再 A 不出来，再 A 不出来，哎，又 A 不出来，别卖呀！你给我加个血，我全杀完了，这个人来个秒表，把中药先买，他没蓝了吗？那没事了，那你们早说吧。打男枪感觉得先 Q 他，不然被他致盲不好打。不是，他好像那个烟雾弹。对，他也有致盲在，他的 W 这波又两枪 A 空了，感觉对面有点顶不住了他们。往我左边带。过来我救你，别乱动，我有致盲。再给我加口血，再致盲，这男枪往我这边来，不是这个寒冰往我这边来，感觉就全杀完了，把新界区域再买了，再换一个 CD 海就可以无限 Q 对面了。这猫跟我好了，给你一个蓝，要迅疾，不跟我，他跟这个剑魔双排了吧，老怪他是他。我想给你个蓝，哎，那算了。哎呀，好针对啊，对面没有让我一v一的机会，这样子他要是能给我挂下就好了，加个血加个盾我死不了的，这个只能置办一个人，这样子他只挂在剑魔身上，我看到这剑神估计在刷我野，刷完了。
不香吗？是不是挂我身上都有助攻拿？给先锋带我们去团，别让这南下跑了。buff 归位，采蘑菇，采，采，3.4秒一个 Q。空中弹这个弹道的时间就需要0.5秒了，我这致盲效果就3秒就无限 Q， 我去折磨一下这个剑神，找个目标好吧，找个实验品，我让他还不了手，我去找一下剑神来，那我看一下，打个针，我去搞一下这个巨魔，看他要不要带发现实验品啊。你别跑啊，他不还手就没意思了。他不还手我怎么试效果呢？我不打你啊，我就 Q 你，他知道他打不过我。我怎么样没按出来，没事把他 A 死了，我有致盲他也有，这一剑来个什么，其实伤害已经够了，不应该买这个的，我想到了一个好东西啊，应该买这个的，对面 AD 伤害比较多，应该来个板甲跑得还再快一点，就是这个剑神，我中了一个蘑菇，他踩到了他。死了。没 Q 到这卢仙，差一点点。A 不出来呀，你点我干嘛呢？你没发现你普攻没用吗？你没发现你普攻没用吗？再来个五杀好吗？拿枪给一个，给一个，好兄弟。不到呀，这屌人，他不给我呀！换不了，这个南家每次先丢烟雾弹溢到我脸上来，我有致盲，他也有，他的烟雾弹，哎，伤害最高下一把。